相方的主文人，相方的亲戚亲，直接跟讲恭喜。咱入面要来开始，因为我咱是这个教会，为咱所行的行业兄弟，咱连连小姐的结婚同礼拜，咱入面要开始。即时咱要请咱的花红，啊，相方的主文人，啊，是请咱的。广告向咱准备的那边进入。好，花童进场。
既然人敬畏上帝，遵照伊道理来行的，的确就好得到福气。所以要用圣洁的心，行正式的礼仪来合本，再建立安和、安乐和顺的家庭基础。这是要请咱起立来吟圣诗，伫咱圣教堂咯。十九首为着美丽的地面，咱吟全首。
高雄同济边，遮有一座碑馆来服务，是福州的少数体的文字，互因两人去碑伫医疗遮患者，通过因两人你所想的文字，因何必人？身躯一条健康平安，祝愿你也祝福党党永济，因今仔日食做亲家，求你祝福因以后会交陪，互相会通真亲密，也祝福这对青年所建立的家庭，恳求天父上帝。现在这个会中，也使不管每一个人有你所呼唤的恩典，祈祷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现在咱要来共修一段圣经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，咱要请连上帝牧师来带咱读一段圣经。上帝话记载伫《创世纪》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，耶和华上帝讲：人决心家己活就好，我要甲伊做一个帮助者来匹配伊。耶和华上帝用土做山野各样的走兽，以及空中各样的飞鸟，带到彼人的面前。看伊要称因做啥物名，既然伊所称各样画面的，就做迄个物的名。迄、那个人就把一切的精神、甲空中的飞鸟、甲山野一切的走兽，拢号名，总是找无一个通做迄人的帮衬来匹配伊。遥看上帝就迄人。有一人困当眠，伊就困，就摕伊的协棍一支来包捌伊的肉。遥看上帝，就将对迄人所提出的协棍做一个查某人，带来就问迄人。迄人讲：“但这个是我骨内的骨，肉内的肉，可以称作查某人。”因为伊是对查甫人提出的，所以人要离开伊的父母，结连伊的母，因就成做一体。翁某两人白白褪目体，也无见效。煞只，咱要来唱俄罗斯歌，是。咱的新郎新娘所咧聚会，共于行动教会时班，我们要唱《仁爱是到宽容各处》。
读书，得到咱的信息，听是因为对我用无止息的爱，将来念起来听。留意收听的阿姐，大家平安。先爱用六兄弟祝福您啊，一周的爸爸妈妈跟你叫你，阿妈伊跟你提的爸爸妈妈跟你叫你，今仔日会使恭喜啊，恁的家庭真欢喜日子，特别这对情侣在恁的教育栽培啊，不但社会好的地位成就，今仔日因欢喜。来结连，来成做一个新的家庭。今仔这个婚礼，对公民公道来讲，这嘛是要亲像教会的办仪式。所以，这中间所有兄弟姊妹，大家全满怀，拢参与伫洪医师、陈律师啊，恁这边的婚姻，不但和后来参与。啊，嘛带着祝福，所以昨天也是今日大概拢出席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表示讲大家真重视啊，这个结婚的礼拜。当然，搁开一个新郎、新娘、新娘礼品的恭喜，恁两人选择伫正人格上帝面前。来告别一个新的家庭的组成，愿你用听来三个款待，一世人理想三听。当然，今仔日这个结婚的礼拜，嘛是搁一个要关心咱在场所有的兄弟姊妹，已经结婚过啦，搁在回想，就是伊结婚的时阵，迄、那个甜蜜，迄、那个爱情。对着阿未结婚的青年朋友，嘛有恁会当看见讲一对三甲的恩爱三听，因欢喜来组成新的家庭，因要安怎样来了解基督教真重要的婚姻的意义。这对青年其实无输实在无改变，一对洪医师来到公益的广告会了后，我才识识。啊！伊家己自投罗网，哦，伊来伊是要来找阮的今仔日领袖，伫乌兰乡，因为因两个是 FB， 哦，顶关真好的朋友，啊，因中我一个人看到，一个乌兰乡大厨啊，足济，啊，因为伊是一个公民的记者，啊，伊来到阮要找伊，结果咧，伊一日乌兰乡我无伫咧，啊，礼拜四。我来去甲问讲，啊，请问啊，你什么名？甲你称呼？啊，伊讲我是叫做洪英忠，啊，我伫英忠做医生，啊，我就听英忠，我足简单想讲，大概是来甲英忠。伊讲无，我是去了英忠，我去英忠一抓落去，高雄拼来到这，为着要找一个人。迄礼拜是无得去，啊，就一两礼拜无看到。佮出面的时阵，伊就记着。阿妈一边的出现，总调伊公益文教会，啊，伊不但家己来教会，伊阁招人，伊迄阵啊，我介绍即款好朋友，两个人，我朋友面面面医生嘛，我像医生界吼，即甲伊朋友嘛吼，也无甲注意啦。现在我需要无输牛金猪多，只讲你讲问讲，啊，你到底有无朋友？啊，若有，我帮你介绍一个好朋友会做无？啊，几个人在乎啊？哦，未来要看你个人有无啦？哦，啊，你陈医师，我安尼真好哦。所以教会开始咧，其实你当初开始我就咧期待，唔忙一个少年会当做成一个真水个家庭，因为我确实上帝有对你的调羹。这个少年接受了后，礼拜刷，我拢无出过，无出来过公车。我来讲，来今仔份车要叫去，啊，恁两个今仔要去约会，啊，两个在发生一波无啊，无咧，我们走约会啊，所以礼拜四啊，因两个就是我们走约会啦吼。
啊，要回归变了，啊，看阮，啊，约会来遐，咱两个阿公阿婆哩，阿妈怪怪的吼，诶，两个男女约会靠人，我感觉，恁两个伫遐坐伫房间甲电灯泡吼，啊，总是人伊无无感觉咧做出嘢呢，同时间，两个礼拜三过意外说话，哎，两个来，今仔日我说你甲恁做一个 test， 有啥物 test？ 这唔免惊，这是一个考试。我说要甲恁做婚姻的相谈，陈律师讲，无啦，无遐紧啦。我讲啦，甲要紧哦，早晚爱做啦。哦，我先做啦，无遐紧哦。啊，做一个今仔说感情说的就掉的哦。啊，其实呢，其实婚姻的相谈，啊，我相信因两位家己有真心感受着，就是要安那彼此了解，要安那彼此知影。两个无同款的文化，无同款的家庭，拥有个过程的中间，两个伫无同款的拥有过程的中间，有真济有一挂差异，即个差异要安彼此了解。所以看了这两个青年人，他们讲我伊个洪爸爸、洪妈妈、甲陈爸爸、陈妈妈，甲恁恭喜，恁做好家庭。他们讲是无输，今仔讲看你这个道路，两个人虽然拢是异乡，对人彬彬有礼，非常的谦卑，那是安尼，佫非常的善良，非常的单纯可爱，佫对待一个土地有一个真关怀的心，可见讲恁两位爸母，实在是伫这两个囡仔心上，这两个青年的心上。实在是爱甲恁讨论，噶今仔日可能是双方的爸母头一摆行入来教会吼，第一摆吼，以前你捌行入来，啊，牧师今仔日呢，要用圣经的话甲咱做伙来想，到底基督教安怎来看婚姻呐？婚姻的意义，基督教内面到底是咧讲啥物？是安那爱结婚，是安那结婚。台湾的社会讲一句话，我若讲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啊，其实这句话哦，这句话拢是多数父母对子女的期待。当子女到一个成长的年龄，已经该成家立业的时阵，父母就开始咧注意。那有时间带一个女朋友同来，啊，这女朋友安怎？开始关心下对唔？啊，那带一个男朋友同来，啊，这个男朋友安怎？哦，就开始讲，在想讲啊，当前的到底会安怎样变？心想女朋友，心想男朋友，啊，那无嘞，啊，无烦恼啊，大家嘛最近年少嘛，我那当当当年以前，俺都三十岁了，我太，俺不看到那女，俺不看到女朋友吼。那就发生什么代志哦，我就见面上。所以男在当婚，女在当嫁。当有男女朋友出现的时阵，便不开始，便出发讲啊，信息爱结婚啦。啊，结婚了后，开始想讲，啊，当时我会当来做工作嘛？说那说是，啊，做啊，我做啊，做欢喜。我说这边做工的时阵。啊，我一寡好朋友拄着我，啊，知影我咧做工，做工快消散去啊！哦，甲我讲安尼啦，啊，有影真正是讲，做工时我可能就咧去笑，恁囡仔在后面讲话咧，我甲人唱歌听，甲伊讲话，甲伊啊英语听，哦，多只美女就是安尼大汉的吼。啊，都还袂讲话，啊，坐伫遐，啊，恁咧甲读迄个英文故事我听，伊就安尼讲吼。我甲你看呢，但是吼，真奇妙呢。即摆吼，英语佮伊讲呢，表示讲细汉听有小可记忆啦吼，表示我唔知啦吼。啊，但是这就是做工作嘛，真欢喜。基督教对婚姻的定义，基督教唔是咧讲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基督教对婚姻的定义是讲爱建立伫彼此的三体，啊，要安怎建立彼此的三体？今日一段圣经，我需要伫圣经甲咱做伙来看讲，这段经文
有个时代的主情，差不多一千年，作者所写的一个真重要，对古文的定义。十八章开始讲妖花上帝，妖花哦，你讲妖花是基督教的神啦吼，哦，阮前头讲过亚罗花啦吼，阮讲咱一般民间咧讲，啊，这是上帝公吼，啊，是讲这是哪组不同款吼，基督教前头这个神叫做亚罗花。妖花原来咧是创造世界，创造了后，伊讲阿妈爱创造人啊，甲我有份来管理这个世界，所以人是这个妖花上帝创造的。啊，有分甲上帝来管理这世界。啊，总是管理世界中间的管理方面，啊，这个创作人个大家呢，文文不乱啦。啊，互你看这安边路内面，水果不在你吃，天气吃哩好，啊，结果呢，大家文文不乱，真无聊啦。所以呢，了我上帝讲啊，伊讲人担心家己大。好啦，哎，这个神已经注意到人的问题啦，都是不好啦，大声大吼，啊，逐天吼，也毋知要创啥，较早伫遐伫农，嘛无爱买啥物生吼，人讲啥物无爱买，讲电话都爱买吼，啊无啊，啥物拢无啦，逐天都起来就是我一项物件，欣赏遐环境啊，较孤单真无，遐个生活。孤单是安怎好？孤单是安怎好？人有时阵吼，嘛爱独处，家己一个人。哦，因为啊，独处的时阵会找到家己啦，我家己安静，找到家己。啊，独处的时阵呢，嘛去经验着上帝。所以有一寡修道院，一寡修士，因离开社会啊去修道院。就是咧敲敲碎家己，啊敲碎上帝，甲家己关起来。啊，但是孤单唔是人的本性，暂时孤单就使。啊，若继续孤单吼，可能就无解脱啦。啊，所以咱看啊，有时阵咧看这个欧美的电视啊、电影，有一句话通常拢会晓讲啊啦。讲人民的路，人民的路什么意思？讲来搞交易啦。人民的路讲，伊几人，我想要干一个人，单独一个，我冷静一个人。啊，通常你讲这句话拢什么时阵？拢是这个人拄到真大的困难，还是拄到足大的忧愁、病痛，还是讲拄到灾的时阵、灾难的时阵，伊讲。太超过人民的路，是不是安尼？无人拄着欢喜的代志，讲人民的路啦。到伊就拄着好的代志，讲好，你无来，你无来，我家己单独一个人欢喜就好啊。我想袂安尼啦，今日恁结婚以后，我甲大家已经买花头喜面了，因为吼，我们师弟咧来讲，啊，你也还是咪讲邀请，啊，人又真正甲大家邀请咧，伊讲我请你过来参加礼拜，啊，参加我请咧，大家花头喜面来。所以，欢喜的代志，袂孤单。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你感觉感觉袂孤单。但是孤单比辛苦，孤单比辛苦。所以孤单，要我想讲，啊，创造一个人的话，孤单唔好，啊，唔好变啊。所以，你来讲啊，我要甲你做一个帮衬的来匹配伊，要做一个帮衬的来匹配伊。然后我想对这个神安怎做？你讲吼，赶快念佛，啊做真实动物，啊做做咧，把这动物带到这个人的面头前，啊，让这个人来报名啦。啊，这个人就我，啊，这只叫做虎、白、狮、青，安尼个报名。报名有啥物意思？报名表示讲名字，表示人性。表示会当互相恭维啦，有名有，还甲你哼一个，伊就讲啊你枵啊袂，伊甲你哼一个，伊讲啊你身躯爽快无，哼一个就完食啦，还袂当彼此恭维啊，甲哼哼哼嘛来就哼啦，哦，
虽然有名，但是啊，但是袂当彼此对话啦。所以呢，所以，要我上帝有发现这个问题，名啊重要。咱若行到分吼，等下这里我好试看卖咧。来来往往的人足济，行过人你我都叫伊名无，叫袂出来对无？你你都唔捌伊啊？你捌伊啊？所以你无法度叫伊名，因为你不认识他，所以你就不能称他的名字，是不是安尼？我数一摆，迄阵这人到遮拄好，外口人咧控制，啊，所以为伊把护卫甲铁丝把我到咱做围起来，啊，我拄好对到要行，对到我哩，相对边啊，会甲一个人咧甲我叫，郑局长，我错死你。在阿凯完了叫我做局长，哦，我一个头讲好，我一个真古锥，啊，真少年，你查某囝咧甲我叫啦，我目睭大了起来，我代表先说好，人咧甲我叫安尼。伊讲，伊知影我有一寡疑问啊。伊讲，局长你忘了我了。我讲，作品写的但是确实我真正唔知，因为我是以前吼，你民政局的同事啊，同仁啊。以前吼，伊甲我照顾过啦，啊，所以呢吼，啊，我拄着伊吼，讲足亲切安尼，哦，可能是我连三下再唔是来偷笑的吼，啊，偷笑的，我讲啊，这次上我就惊你个吼，你叫咱的名，咱就感觉讲哎有熟悉啦，那你的名叫刘世杰吼，真熟，因为有叫真熟，有熟悉，所以伊会叫你的名，所以原来名。是这么有亲切。当恁两个人开始的时阵，我唔知恁哪亲无对方，一定是陈医师、王医师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安尼？不是哦，我不开始就是安尼哦。我原来是这么认真哦，人家叫名。学长。哦，学长啦、啊，哦，叫学长啦、啊，哦，学妹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过来，过来叫啥？叫洪医师，还是洪英洲？洪英洲，洪英洲陈一平，啊，过来。恁两个结婚了，个学长哦，哎，恁两个结婚了，个学长哦，啊，都即款人认识都无真一步啊啦吼。人因为认识对方，愈来愈了解对方，愈来迄个关系愈亲密，愈正做亲密，即款会感受。这款的关系，所以阿妈我是建立这款，因为人性慢慢熟悉。上面创造动物，你有阿公人性，总是阿公一时的，你我都该对付伊。啊，我都对袂到遐，会当叫出名，名叫出来，但是欠过某种物件，所以第二十三号判断，还有上面开始做代志啊。伊讲哦。阿公找无一个通做迄人的帮助来匹配伊，要我上帝哦，迄个人困难眠，互伊困难眠啊，阿伊就困难。然后咧，然后摕伊的一支血骨包埋伊的爸，要我上帝将对迄人所提出的血骨造成一个查某人出来就问迄人。啊，有一边我参加一个。结婚时，啊，伊结婚时，我来请一挂人去讲祝寿，我去讲，啊，我来讲一个故事，哦，因为因有人知我就是故事，我来讲一个故事，啊，我讲哦，查某人上第一阵用查某人的香火，啊，客出来做一支，啊，一挂查某人哦，我甲注意哦，都让伊摸啊，啊，奇怪，是不是减一支啦？哦，恁两个做医生的，恁应该想清楚哦，查某人减一支也不好，洪医师。无啦吼，无啦吼，这个所在你讲讲过，其实关门是你讲什么？当然有人按这个我是无对，但是正确讲的是讲，客另外一边呐、啊，另外一边呐、啊，啊别按另外一边，这个所在你讲困难面，困难面，那关门，关门一边来个的艺术是讲叫做迟钝。我这个人迟钝，我这个人完全困难，我这个人完全没有自觉，甚至啊，
甚至忘了一切，就亲像咱医生咧共开刀吼，哎呀，爱先用麻醉药了，啊麻醉药麻醉了，你啊开刀，伊家跳起来，我这样个死，袂啦，因为完全困难，这甲一般困是无共款，哦，甲一般睡眠是讲你逐日爱困无共款，哦，像你这个所在咧五个困，就是讲蛮困难。其实这段经文足奇妙。上帝创造十个人，了后发现这十个人无伴，这十个人无伴，这十个人寂寞，所以家己管好，你家己做帮衬。上帝不是利用另外一个十个人来，不是，伊是让这个十个人困当眠，这个阿东完全困去，然后对伊媳妇起，伊边仔起另外一半出来，什么意思？起另外一半出来，这个阿东。甲较早迄阿公是无共啊，是毋是？摕一半出来啊！啊，迄阿公剩一半尔，剩一半。所以我讲代志足水，代志咧讲啦，咧讲交一个男朋友，是讲要嫁阿公，讲找到另一半，是毋是安尼？你其实圣经内面足清楚，是另一半，都是找到另外一半啦。找到另一半，啥会找到另一半？因为要嫁出去帮衬，嫁出去结婚。要嫁出房产，所以需要另一半。有人将一寡性质咧解释特别，有一寡人对女性无尊重，因为女性是查甫人提出来，所以是落尾才做人。性质唔是安尼讲，性质唔是安尼讲，性质是讲两个人是相识做的。之前迄个阿公已经无存在啊，这个阿公是新创出的人。然后这个孝啊是甲伊做伙做的，所以两个人是平等。基督教信仰中这点真重要。当女无迄个男中，女亲无，所以若是会想我啊，生着左囝啊，有够歹啊，生着后生哇欢喜哦，这样怎样？基督教无这款的观念，是人是拢是上帝祝福的宝宝。拢是上帝赐福，所以无男女、男同女亲的关系。所以阿东也另外一方叫做夏娃，但是因两个合作的，甚至可能讲两个人正做一体。阿东讲啥？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真奇妙的创造，真奇妙的创造。伊要请做查某人，伊就查某人提出来。这样一半，所以接受男的离开伊的父母，嫁入伊的某，因就吃做一个红布男白眉，转过来也无行见效。两个人吃做一体，本来是要散，因为婚姻的关系，吼，这个搁再复合吃做一体。圣经讲，两人白眉转过来也无见效，我拢讲啊，吼。看了才想，啊，是不是性的问题？不是啦，不是外在啦。外在阿某可能特别对讲的是面歹势嘛，佫较重要是啥物？特别对是讲完全内在的阿某彼此的了解。我心内想啥，你知影？你心内想啥，我看清楚。这叫做两个人特别对。用心，完全无分化，所以这么侪东西来化在，这么侪包括内在一块提供出来，两个人的身体。那今天咱对修行来学习这块呢，王医师啊，吹牛陈一平讲出一个六个骨，那六个脉，学习呢？结婚的生活买食料，你两个我需要我说一点啦。啊，你问这个问题，我讲啊，你两个最近冤家无？哦，我拢讲冤家问题啦。我无输解冤家，我讲讲冤家不是歹代志啦。喙齿到喙齿买相当啦。冤家是安那？是要帮助你两个人了解是安那这个代志，你如果讲讲的习惯。无同款的看法，恁的冲突到底是为着啥物事？会使
出来过，包括我家己囝，我嘛同款。我囡仔带女朋友回来，讲要结婚，我第一句就甲问讲：恁两冤家无？搞我外父啊，搞我两公，有冤家无？无冤家无，我嘛吃力，代志办了。起码无结有一个冤家，无可能无冤家啦。但是冤家啦，冤家未使冤家就讲啊，你无下话啦，再见啦，西游行啦。然后一个人讲安尼，这个婚姻就差不多煞结束啦。好啦，啊无煞就煞。我说今仔毋是叫鼓励你冤家吼，毋是叫鼓励你讲煞。我说是咧讲资源、文化、教育、背景、个性拢无共款，总是结婚了后，伫婚姻的生活中间，伫冲突中爱成长、成长，愈了解彼此。安尼，恁就会通伫相对较正面面前来结一世人婚姻的缘。啊，最后我要用一个譬如来说明你爸爸对婚姻的重视。咱若去买物件，迄推销员甲你讲，你买这物件，我甲你包不起，一单两单着。最近无输伊，厝底换迄个一公顶装了偌济 LED 的。较省电，啊，所以我买 LED， 顶一摆讲包五年，我提供顶包五年，那我下五单啊，拍赢了，起来换呢，啊，偷起来，先做个包五年，看看有时啦。伊五年是讲，我若是写视频吼，你拢爱用我起来用我五年来，我甲你包五年，嘛是几啊年啦？哦，才，迄个有便宜啊吼，我来个包五年，足欢喜，我阿说五年我来解决，那五年还袂够吼，啊，拍赢了起来。婚姻叫做波波重心啊，终身保护啦，终身保护，这是一世人的波波啦。你小人家见到那面前，这个事就是终身的保护。而且像咱那边保险公，这是终身的保险，终身的保险。啊，你两个人已经听见这款。信息，所以这个时阵啊，叫咱告别遗物，啊，我请恁两个人，不晓得说敢讲一下有关运动的，以后恁就更多了吼。有关运动的问题，咱随时会当对话，嘛，就是建立一个以我的教育。所以恁两个人去看的教室，我请恁两个人站起来，哦，请恁站起来吼，啊，伊也是要拍照吼。所以，我带恁来到上台。我要请你们两个正手先看，右手先看哦。啊，要创啥？我要请你试，来较大声嘞，哦，所有人听得到哦，袂使讲恁两个听得到哦。啊，来，先我要来问啊，新郎吼，迄个王总吼，啊，两中，你有确信这个婚姻是对上帝所配啊？要承认接纳，但认定做你的婚姻人阿无。对。OK， 但头先我较大声，袂过一摆来。对。老袂过。上帝留你世间，你着常常温柔正经来照顾疼惜这个婚姻人，敬爱伊，独独甲伊疼起，建设伊独外家庭，佮尊重伊的家族，做伊温馨的家族，尽力孝敬。是你最重要的本分，到一世人，你伫上帝甲正人面前，要安尼行要。对。来，请陈林平，好，林平来。陈林平，你有确信这个婚姻是对上帝所配合，要承认接纳，安平中做你的丈夫，好无？有。上帝，然后你伫世间，你着常常温柔正经来照顾、疼惜、敬疼伊、帮助伊。独独甲伊站起，建设伊个大家庭，佮尊重伊个家族，做伊本身个家族，尽力孝敬，尽力做为人个温暖到一世人。你伫上帝甲众人个面前，要袂安尼行阿无？有。来，这个时，阿我爱请咱所有一帮起立，我来宣布。
当恁两人伫上帝甲这人个面前有结这个了结的约，恁着常常教育三方待伊，才会加恁家己福气，煞利益内外人。当奉爸囝圣神的名，甲恁闽南阿文诚侪句，上帝所配合的人，毋通家己分开。愿了我所不予恁，愿了我欢喜面来光照恁，愿了我欢喜面看恁，小祝恁平安。阿门。回头听者。咱大声阿读，做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。你创造人类，你也了解人的有限，人的无限。你用人的一半来做努力，让两个人会通结合，成做夫妇，来成做万丈。做我感谢你，你有伫正中央的一片姊妹，伊的心情愿看去上帝，你听伊，你欢迎伊。这个所在来建立一个新的家庭，完成你的稳定，常常手术时落去的中间，主管特别来恳求你，伫因外母，伫因的家庭，受着你所手术新的生命，来带来家庭的喜乐，带来家庭的欢喜，也延续家庭，受着你所手术的生命，求你特别祝福，也保守我们姊妹伫你面前，愿通过领受你的话，愿三个更加了解。无你就是世人的保护，上帝你的祝福就要感恩上帝的，感谢恳求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刷者，有台湾哪个合唱团？我合唱团再来招收四个吼，我们要唱一首祝福，来祝福今日的新娘、新郎甲新娘。祝咱大家
所以我来讲，圣经里面所写的，就是
即个为着恁两位，今仔日上帝甲正人来面前，结这个婚姻的约，啊，愿上帝祝福恁新的家庭，啊，变作祝福人的家庭。我准备就小小的礼物，啊，给你送给恁，上帝祝福。感谢咱的总干事吴师，也面对可以说是用心所产的秘密，也还是真精彩。感谢主。刷着咱路就是咱的师，当务湾老师，当务湾老师，伊要来讲爵士，要为两位来讲伊的爵士，咱第一来听。人来是无宽容慈悲，人来是无怨恨，人来有包括啊，
无兵无武，无做无行建设的事，无求家己利益，无快上去，啊，无记得来拜，啊，也是真好，真爱这个土地，无爱这个土地，只有得真理，啊，同在三欢喜，凡事进来，凡事尊重，凡事相信，凡事唔难，凡事尊重，仁爱眼光，哦，这是这个台湾人的性格，咱讲。但是我直接要甲咱讲一下。圣经所用这是保罗的话，吼，写有可能叫做教会的话。保罗直接所用这个字啊，可能翻译为爱，是爱的，哦，迄意义更加大。伫迄人内面有四字的讲爱，圣经连三字。这个听，咱汉文的听吼，实是含含糊，这个语言都是足侪不明。噶你是听？啊，是要听声音，来是声音，还是希腊人咧？好，真正面，伊来人咧讲听，用一句话，伊老实。所以你来到伦敦，即彼得格林，彼得格林斯克来，有即斯克即方面来，即伊老实的心啊，肉体听伊来人即伊老实，即伊老实个头是互相协听，但是婚姻当即听到了，伊来人佫进一步。来，就是经验大一点，用心用智慧叫做飞了。第二项智慧飞了所飞，就是飞了所飞嘛，这些人来做正。经验这个大点爱用智慧，有知识有智慧来经验大点，这个大点成功，大点经验，加强加正点，我想起来也是这样。经验大点爱用智慧，看到自己要成功的囡仔。你做上帝当工的，管理家庭，然后奉社会、奉别人，还有地位。伊啰听过，会听另外一下。但是地位，组织这个家庭的爱，另外一下。也搁是就是伦理的强，这圣经所见，所见伊也讲是讲伦理观的。那你已经结婚，是一世人，迄个伦理观的重要，你才不服。从你社会是将。新娘的家庭当作你的亲人，啊，也把这个新娘讲，啊，你的丈夫的家庭当作你的亲人，所以这个家庭伦理观的颠覆，也当作你的亲戚，这个来讲就是受骗。所以有多有少，希腊人真重要，伦理的，就是也是不大。所以我就讲是波罗所讲的，听一点拢未无的，这个信念观不是阿达贝。无条件听，我不讲作数，这是上好。富甘一世人的生活，这是听，也就是无条件听，听对方的缺点也听，对方的优点也听落去。无人要听，哦，阿个听落去。我带人做爱饲流浪狗的，好，我头也是安尼，头壳一样的话，我心安稳。院长、董事长，安尼一骂一骂，连到的工作嘛，我安尼笑我。但是好，伊爱我离开，我就离开嘛。我那较强，甲今仔日有关的婚姻要真完整。所以讲，伊已经有这个坚持，我嘛要坚持。这是阿爸辈的，所以你夫妇要一世人幸福，观念正常，叫心经所讲，令人能够无条件。对方的优点就爱听。对用的缺点嘛，爱甲听落去，安尼就会好，就是简单。所以我已经用圣经话来教你三年内，我这是一个老大人啦，啊，黄昏年的啦，啊，老大人所讲的话，啊，请你去认真听我的心。我结婚已经，我算看卖，五十一年，我算是我来看卖结婚五十一年，五十一年哦，我不是冤家。但是冤家吼，最近也来去看一个，不是大冤家啦，大冤家吼，就是会开去。因为少年时，我坐车呢，伊叫我离婚，我点点笑笑。你家己去写离婚，你来写写来，我给你签名，正经来都唔签。因为伊是一个左三师啊，安尼行落来，就是通过这阿卡贝尔，才能完成这个婚姻的完整性。我唔忙，恁两个那安心签落去。为了这个道，一万有这个非六道，一万有这个所见道，阿达给来，那安尼
恁来做这个非常重要的事，完全会祝福恁。多谢阿牧师的祝福啊！多谢目前我特别拜托阿牧师父呢，来帮祝福，然后替个阿母啦，哦，阿牧师父安尼吼。有甚物我会请阿牧师啊来帮祝福，因为啊，伊阿牧师伫每个月啊拢有一个礼拜日。来阮教会，讲教会也讲到，啊，这个教会虽然伫公园内面，像即摆明仔载礼拜天的故事，我较认真，啊，所以啊，我虽然讲要来礼拜，我并不恁来地国来，啊，话讲嘛，礼拜地国对上面说无礼貌，我来教会无这个代志，做恁地国来请我收，哦，因为咱的教会就是安尼，啊，大部分伫个所在讲到，激励阮的有信徒很起码。啊，特别呢，啊，何律师来到你教会嘛，嘟嘟，当我说开始过平才讲的，啊，所以呢，我相信啊，以信心，一起带完，带完宗教界的服务嘛，吼，伊不是干那理论尔，伊是行遍真正实用，了解民间宗教，了解祖宗教，连印度教，哦，所有教伊拢了解，啊，伊拄好伊八十几岁，做事的，中央大学。但研究所办一所啦，吼、哦，因为这国宝也来，伊地位继续留落来，所以目前咧，大礼拜拜都去到台南研究所来教书，那是上个重要伊，啊嘛重要伫我咧教会，啊，所以今日啊，即、這个所在讲，必然应该个，啊，洪律师、杨陈律师来祝福，吼、哦，我相信啊，上个特别的心情，啊，互咱在学习，啊，再用听台湾，啊，听台湾。接续落去，拄只讲出个圣经吼，啊圣经一礼拜来听牧师讲嘛，拢无几，拢得得我听真煞吼，所以哦，免结婚啊，教会无啥物人认识，上面就是圣经吼，啊，我要请你到位啊，地方去登录，来代表教会啊来认识，啊，好，恁当你去吼，恁啊有机会来看啦吼，哦，这是本圣经吼。我觉得未来举行一个要紧的节目，就是咱的社庆婚。所以我们恁两个爱提花来送咱双方的妈妈，请一爸爸妈妈，所以请先对咱双方。
观众朋友分享，我非常敬重，我们感谢，我们来宾。继续跟这个最后一段上联的诗歌，请咱今日来念上联369。离开之后，请下部的牧师开讲道。Thank you.